功能。Hello， 今天我买这个新开的嘛，加便当，你加点了这个。就算是用菜人家，哇，哎呀，这样，那我拍直的，不用了，这样就好了，嗯，一百一。没有，我说我拿直的。你直拍啊，那你学着拍啊。我就是拍直的，不管了。拍直拍的吃。看看这个鸡腿好不好吃，一百一啊，新开的。你只要尖叫吃鸡腿看看。对啊，鸡腿啊。嗯，这边拍你要自己会拍你的人还是不用？拍食物就好了，拍我人干嘛？因为我是看食物是如何，蛮大根的。嗯，还蛮算蛮好吃的，麻烦。算普通，不会的。拌菜也不怎么样，就是觉得煮菜好吃。一般的，嗯，一般的，这就是一般的菜。嗯，还赚钱啊！现在东西都很贵，哦，还赚钱，没有雷，真的，下去就赚价格。嗯，还有这个，嗯，讲那个还好没有停顿。嗯，可以啊，不是，可以啊，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